Hello，Hello，hello， 听得到声音吗？听得到。给大家晚上好啊。给说，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想要跟你们讲一下，就是你们可以先登录你们的这个MQ Trader 这个账号咯。这样子的话，你们有登录的话，你们就可以在里面有进行这个互动的动作。那么，如果你们没有 MQ 账号的话呢，你们就可以在下面这个 link 这边按这个sign up 的这个动作去进行注册啦。这样，如果是讲你们已经登录了的人呢，你们可以在这个comment box 上边写一个一，让我知道一下，我这边看看一下啊。OK，hello，hello，都有看到你们的 message 啊。OK，so 如果是讲你们是现有的 MQ 成员的话啦，就是讲你们已经是有 account 了的话，并且是有在这个广告商这边有去注册户口的话，你们是可以得到这个300的这个 MQ point 的这个签到奖励。那么只要在这个分享会这边有做一个 screenshot，然后 upload 到这个讲座会过后，我们会有个 email 给你这个问答里就可以了啦，你回答在里面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讲还没有注册的人的话啦，你们记得要去注册啦。So after webinar 过后，这个就可以拿到这个资讯了。所以我们这边会停个5秒钟，给你们去做这个 screenshot 的动作，那么你们就可以 scan 这个 QR code 这样子。OK，然后呢，在我们这个 VC Plus 这边，在这一个月份，我们也是有做出一个特别的 promotion 啊，也是为了庆祝这个国庆日啦。那么如果是讲在这个指定的期间里面，就是在这个月份里面有做这个 deposit，在你们的 trading account，就是讲在你们的交易户口里面有存入500美金以上的话，你们就可以获取这个 extra 的31% 的 bonus credit。这样，如果你是讲你 deposit 500美金来讲的话啦，你就可以额外 extra 多拿一个155块，这样你的户口就有655美金的这个equity，让你们去做交易啦。好，那么如果是说你们对这个 bonus credit 是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 scan 荧幕上的这个 QR code 来去做这个 registration。So，这个讲座会结束之前，我们在后面也是会有派这个神秘礼物给你们啦。那么如果是讲你们想要获得这个礼物的话，你们记得要留守到最后。然后这个礼物的价值是大约是249令吉的一个礼物啦。然后，如果是讲你们有兴趣要获取的话，就记得留守到最后。这样，如果是讲你们已经有在 trading，想要获取这个免费的市场最新行情的话，你们也可以 scan 这个 QR code，这样私信这个 VC Plus 的团队，让他们把你加进去我们这个 VC Plus 的专属群组，这样我们就会把最 latest 最新的这些trading information 啊，行情的 information 啊，发给你们这样子咯。OK，so 我相信你们应该有兴趣要 scan 的都已经 scan 了啦，那么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开始今天的这个 topic。好，那么在上个月份，也就是7月份，我们这里也是有教了这个怎样去用技术指标来去做 trading 嘛，然后那时候是讲了三个指标，就是 moving average、RSI 还有 MACD，那个是 part one 啦。那么我们这边就有来讲多两个不一样的 indicator，让你们去做一个辅助的工具。因为在上次我也是有讲到，indicator 它只是一个 supporting tools，
对吗？那么呢，真正去入场的，我们还是要去用 price action candlestick 那种去找出一些比较 precise、比较精准的一些入场点。但是如果是说对于新手来讲，你还是对阅读就是 study 这个 chart， 在读裸图还不是讲很清晰的话呢，那么我们还是可以用 indicator 来去做这个入场的动作的。但是呢，今天这个如果是讲你要用 indicator 来做 trade 的话，我也会教你怎么样会提高你们的 win rate。OK， 那么呢，在今晚你们来这个 webinar， 你们可以学习到什么东西？在今晚呢，我会教两个不一样的 indicator 让你们去做学习。这两个 indicator 分别就叫做 fractals。还有 super trend， OK， 可能你们有些人是已经有用过，但是我会做一些特别的调整，然后让你们去知道一下，这个 indicator 它的用法是怎么样，然后它的逻辑是怎么样，可以怎样去配合啊，等等这些， OK， 因为这些都是 indicator 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属于supporting tools 嘛，那么呢，它出现这些signal 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参考，也没有说完全一定要跟，但是它出现 signal 的时候，一定有它的。它的理由啦，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参考的方向，去看看一下现在的行情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再配合我们自己的思想来去做一个 filter 等等。OK， 所以这两个技术，这两个 indicator， 我会等一下我会 share 一下我的 setting 是怎么样，然后分享给大家知道一下这两个技术如何去使用。那么呢，在今晚呢，我也会教大家怎样去重叠技术指标，也就是说这两个 indicator 怎么样 combine 在一起。因为有些人只会用一个 indicator， 但是讲到两个的话，他就没有办法 combine 在一起。那么今晚呢，我就会教你怎么样把这两个技术重叠在一起哦。然后呢，并且我是会教你，你已经会重叠了吗？那么我就要教你怎样去找到确认，怎样找出 double confirmation， 怎样找出双重确认。那么找到双重确认过后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入场的时机。OK。当做它是一个步骤来的，它是一站式来的。OK， step one， step two， 然后 step three。第一个 step 我们就是用 indicator 找出双重确认，然后 step two， 有双重确认了过后，我们就要看一下 support resistance 那些。等一下我会大概给你们知道，我会 show demo 给你们看啦。这样 step three 就一个 step， 我们就是进场，然后做好我们的 risk management 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就是一 set 这样子的，都是一套的，它的 SOP 是跑不掉的啦。好，这样我们就来先看一下这个目录，今天的这个 webinar 它的 flow 是怎么样去进行。我们会先来讲解技术指标是什么东西，我相信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因为在上次也是有简单的带过跟大家去讲到，最主要就是后面这三个 fractal 的用法，还有这个 super trend 的用法，然后如何做 combine， 这两个 indicator 如何去做 combine， 然后怎样去 execution， 这些才是重点嘛。好，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会讲的 topic， 然后最后呢，我会 show demo 给你们看，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今天的 market， 然后呢，来并且把这两个 indicator 套用在一起，然后来看一下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好，什么是技术指标？我们都知道技术指标呢，它是透过 algorithm， 透过计算，透过之前 previous data 来给出的一些计算的方式来给出我们的一些 signal， 但是每一个 indicator 我们都知道它是有 lagging 有 delay 的。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用 indicator 来做 trading 肯定会有 lagging 的问题，就是会有延迟的问题。这样这个延迟发生了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然后等一下后面我们也会去讲到。所以你们要大家很清楚知道 indicator 这个东西呢，如果是讲我们已经会看 candlestick 看 chart 这些看裸图交易的东西有的时候呢，我们一样可以用 indicator， 但是 indicator 会比较偏向于像是拿来做 supporting tools，就是当我们没有一个很 clear 的方向，可能我们要看一下今天有没有 overbought oversell， OK， 我们就可以用 indicator 来去参考一下，哎，今天的 volume 是怎么样，可以给出一个比较好的建议。So indicator 对我来讲的话，当我很迷失方向，就是没有一个 direction 的时候，我就可以参考一下 indicator， 哎，现在的整体的 trend 是走向怎样的方向，然后有没有什么 buy sell signal，然后我就透过这些 signal indicator 给出的 signal 呢，我来去做一个参考，并且我在这些 signal 里面会做 filter 的动作。所以没有讲 indicator 它就一定是对，我们都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所以呢，我们不用去完全依赖 indicator， 我们要学会怎样去 filter 对的，怎样去 filter 不对的。
OK，所以记得 indicator 对我来讲，我自己觉得它只是一个辅助工具，但是如果是说你要把它当做是主要的入场工具的话，我是没有那么建议。但是如果是说你在 basic 的那个 chat 还没有掌握到很好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先暂时用着，拿来当做是一个过渡期先，OK，好过你什么都没有嘛，对吗？所以呢，这个是我对 indicator 的一个看法。好，我们就来讲一下。第一个 indicator 我们要介绍了，它叫做 fractals，OK，so 有些人叫做 William fractals，有些人是叫做 fractals。说这个14是什么意思？它的 period 我会调整去到14。这样这个 indicator 呢，它是属于怎样的类型？对我来讲，它是属于抓回测、抓 retracement，还有拿来玩 breakout 的一个 indicator，所以呢，它是蛮好用的，OK，它可以拿来抓回测，也可以拿来玩 breakout。OK，所以有两种玩法，等一下我就会 show demo 给你们看一下，它是怎样子操作的啦。Time frame 的话，这个是蛮多人会时常遇到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问这个 time frame 要用什么时间，对吗？什么 time frame，然后minutes time frame 可以用吗？然后 hour time frame daily chat 可以用吗？所以我这边就给出你们一个答案。Time frame 的话呢，我是比较建议就是用。1小时以上，如果是说你是用 minutes，就是用分钟图的话，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建议。因为呢，我对我来讲的话，你用太小的 time frame，你比较偏向于做 scalp 嘛，对吧？你要做 scalp 嘛，你要也是可以啦，只是我就没那么推荐。因为对我来讲，你用 minutes 去做 trade 的话呢，你会很吃你的时间，除非你是自己的情况下是允许你这样子去操作的话，那么就没有问题。But 最重要是你自己去做过 back test in 这个 mini chart 的这个 indicator，它的 win rate 是超过70%以上，你才去 work so，就你才去 apply 这个strategy 进去啦。OK，so 不管怎样都好，每一个 indicator 你们使用之前最好是去做 back test 先，试下看这样子的策略呢是否符合你们的自己的交易习惯。OK，如果不符合的话，我们就不要去用它。如果是讲真的，你用了 try 了过后，你 back test 了过后，可能一段时间，你觉得哎还不错，可以合到你的这个原本的这个交易策略，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去使用这个策略。OK，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当我们 setting 这个 fractals 的时候呢，在这个 period 记得要改去14啦。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 setting。所以如果是讲你们没有用我的 setting，你用 default 的话，应该是在9，没有错的话。就是九啦，我会调整去到14，OK，so 你们调了过后，其他东西我们是没有动的，我们只是调这个 period 而已，然后我们按 OK 就可以了啦。等一下我也是会 show 给你们看，怎样去把 indicator 按出来，OK，怎样去调整，然后怎样去找机会，怎样去进场找机会这些东西，我都会一步一步改正你们这样子。好，这样我们把 fractal 开出来了过后，它是长什么样子？So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哎，fractal 出来的时候，它会有这些箭头、箭头、箭头、箭头这些东西嘛。So 这些线是我画的啦，OK，不是它原本就有的。我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可以注意到啊，fractal 它每次出现的时候呢，要么就是 high，要么就是 low，不然就是 higher high，OK，lower low，lower high 这样子的位置。这样你可以理解知道，就是当它 fractal 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下会导致它出现？它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的，OK？所以就好像刚刚开始我一前面讲的东西，就是 indicator 它一定会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的通病就是它会有 lagging 哦，OK？这样子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它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在顶点或者是低点，因为呢，它出现这个 factor 的时候呢，它只会出现在转折点，也就是说它会有一个 V shape 或者一个箭头这样子尖尖的，有出现了过后。出现了两根过后，它的 fractal 才会出来。OK，我现在来跟你们去讲解一下它的简单的用法是怎么样。So，我们当 fractal 看到 fractal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个地方算是一个 resistance。OK，so resistance 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延伸过来。OK，so 它这边再一次挑战之前的 fractal 的时候呢，如果它又再次出现 fractal 的话，那么我们就叫做 double confirmation。所以呢，第二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尝试的去做。sell，那么我们 sell 的时候呢，我们要的 stop loss 呢，尽可能就是把它放在这个 fractal 的位置，就是它的顶点，OK，这个箭头这个位置啦，不是这个蜡烛图啊，是这个箭头的位置，OK，所以就是在蜡烛图的引线之上，OK，那么如果是说它真的突破上去的话，那么就是
转换趋势了，可以理解吗？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个操作，当它出现 fractal 的时候，我们就顺势做单，一定要两根蜡烛图过后啦。通常它出现 fractal 一定是它这边下跌到很强烈过后，它的 fractal 才会跳出来的，它不可能第一时间通知你，所以这个就是 indicator 它的一个强致命的一个弱点。所以当它出现 fractal 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这边了，那么我们就在这边做 sell 的动作，那么呢，我们的 TP 就可以参考下方的这个 buy fractal 这个位置。OK，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个参考。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当它下方这边出现红色的 fractal 的时候，就是理解为这个地方算是一个 support 点。这样我们其实是可以把它延伸拉过来。当我们把它拉过来的时候呢，你们可以逐渐看得到，哎，它现在跌破了 support， 这样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什么？变成 resistance。所以你看它跌破了 retest 就继续的下跌，并且找到新的 support 点位。OK， 所以 fractal 它是一个这样子，它当它出现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 V shape 的时候，它才会出现 fractal 的。OK， 这样现在呢，我这里就来跟你们去讲解一下 fractal 它出现的逻辑是怎么样的哈。好，这边可以看得到1、2、3、4、5嘛，三就是这个箭头出现的这个地方啦。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当它出现，它一定会透过五根蜡烛图来解释这个 fractal。OK。当这五根蜡烛图如果它没有出现这样子 V shape， OK， 就是一个尖尖的这个尖这样子的方向啦， OK， 它没有出现这样子尖尖的方向的话呢，它是肯定不会出现 fractal 的， OK。 什么情况下它会出现 fractal？ 当它这边有一个强力的上涨，一二前面两根蜡烛图是强力的上涨，然后三是一个转折点，就是这个 fractal 的地方，四五是下跌，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有上了过后很快速的被拉下来。当出现这样子的行情的时候呢，在第三根蜡烛图、第五根蜡烛图结束了的时候，它就会跳一个 fractal 出来。OK，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它是撞到了 resistance confirmation 的下跌，所以呢，它这个 fractal 就会出现。所以呢，当我们这边的时候呢，第六根的蜡烛图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考虑经常做什么？做 sell。通常呢，我做 sell 的时候呢，我的 stop loss 呢 ，risk management 啊，我的 risk management 呢，我会把它放在之前的这个箭头这个地方 ，OK， 也就是这个 fractal 出现的这个地方，我会把它当做是我的这个 stop loss。然后 take profit 呢，我们可以用 1.5 倍，我们就去衡量。如果是说我在这里进场的话，我就要去算，哎，去到我的 stop loss 大概有多少个 pips，OK，、okay? 会有多少个 pips？ 比方说，在这个第六个蜡烛图出现的时候，我进场 instant 做 sell， 它去到我的这个 stop loss， 比如讲是30个 pips 的话。那么我的这个 take profit 啊，我就要放到45个 pips， OK， 乘 1.5 倍。很简单，它的 formula 就是 TP 的 formula 就是 SL 的 1.5 倍， OK， TP 的 formula 就是你 SL 的 1.5 倍。如果你的 SL 是100块，100 pips， 那么我的 TP 就是 SL 的 1.5 倍，也就是150 pips， OK， 这个是risk reward ratio， 我们把它把这个比例呢弄到1:1.5， OK， 这个是 risk reward ratio。 所以呢，你不懂 TP 要怎样去 M 的话，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 stop loss， 我们不用知道我们会赚多少，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亏多少钱，然后用亏的那个 amount 乘以 1.5 就是你的 TP 了的， OK， 用这样子来去 measure 去计算。好，这边呢我们已经讲了上涨的一个 U 灯的 reversal 的 fractal，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下跌转上去的一个 fractal。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一定是用五根蜡烛图， OK， 一二三，两根前面两根是跌，然后第三根是一个 neutral， OK， 然后四五是有一个 reversal 上去， OK， 通常这样子的情况，一二三四五，第五根一结束的时候呢，它有 detect 到啊一个 V shape 形成了的时候， OK， 它有 detect 到一个回调的这个 confirmation 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呢，第五根一结束，它这里就会跳出 fractal。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第六根这个蜡烛图这边参考去做什么？做 buy 的动作。很简单，当如果是说你觉得这个位置是 solid， 好像在之前我们有教过什么是 support resistance， 对吗？这样我们都知道 support resistance 怎样看。如果是说在这个关键位置的时候它是处于 support 位置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去进场做 buy，明白吗？我们不要单单方面看这个 fractal， 我们要去 combine 我们之前学到的这些 basic knowledge。OK， 当它是掉到这个support 的位置的时候呢，我们有出现 fractal，
这样它就等于是 double confirmation， 我们就可以进行做 buy 这个动作。在第六根蜡烛图的时候做 buy， 然后呢我们的 stop loss 可以放在哪里？我们放在这个 factor 的箭头这里， OK， 放在这里，然后再去 measure， 再去衡量一下，在这里呢这个位置呢，你第六根进场的点位去到你的 stop loss 去 measure 一下，去计算一下你的 risk， OK， 计算了你的 risk 它是多少 pips。比如讲你算了过后答案是50个 pips， 那么我们的 take profit 我们要调嘛，我们开了单子一定要调 SL， 调这个 TP 嘛，对吗？你找到你的 SL 是50的话，你填写了50，你算了过后，然后你的 TP 你乘 1.5， 答案是多少？75咯。那么你的 SL 是50 pips， 那么你的 TP 就是75 pips。 只要 maintain 这样子的 mechanism 啊，你有 discipline 做好这些 risk and reward ratio 的话呢，你的这个 factor 你只要给它 50% 的胜率、啊、你就赚钱了的。 OK， 所、so, 以这个概率的游戏我们都知道、怎样去计算。 OK， 概率的游戏就是在 trading 里面我们的概率不是上就是下嘛，所以它是50-50的，除非你是非常 confidence。 OK， 我们只可以稍微的透过这些、technical analysis 或者是透过这些、indicator 啊来去 enhance 我们的这个 win rate。 这样 trading 在这个 win rate 在 trading 里面重要吗？我觉得是还好，其次还是其次，这样最重要肯定是你的 risk reward ratio。 如果你有再高的 win rate 但是你没有好的 risk reward ratio 的话，我觉得也很容易亏钱，除非你可以做到1:1的risk reward ratio， 但是你的 win rate 可能保持在 75% 以上、啊、这样子就可能会赚钱。否则的话你用1:1的 ratio 50%、哦、上上下下，你会发现你的这个交易资金就是来来回回这样子，就没有什么进展。所以要的话呢，我们就用一个好的 risk reward ratio， 所以它是两个都重要，不可以太极端，就是讲我有一个很好的 risk reward ratio 但是我的 win rate 很低，这样子不可以吗？或者就是我有很高的 win rate 但是我的 risk reward ratio 很糟糕，这样也不可以啦。所以你要拿捏到那个 balance， OK， 你要拿捏到 balance。 所以你看我 risk reward ratio 我没有讲我要1:8， OK， 一杯输100块赚800块，我没有要这样子吗？所以我是要求的这个 risk ratio 是相当合理的，就是1:1.5， extra 一个50%， OK， 我的 reward ratio 是大于我的 risk ratio 的 50%， 然后我的 win rate 我 maintain 在 50% 到 60% 就已经是很好了的。 OK， 所、so, 以我相信解释这个 factor 这边的时候，还有这个 risk ratio 的重要性的时候，也是有给你们知道一下它简单的操作方式是怎么样了。 OK，那么我们这个 factor 它整体的这个用法就是这样子，它会出现的这个 factor 的时候一定是在 support 或者 resistance 的时候。如果是说你对于 support resistance 还不是很会看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透过这个 factor 来帮助你们快速找到这个、主要的这个、支撑跟阻力点。 OK， 你们也可以透过这个方法来去、参考啦。这边可能有人会好奇，哎，这样你刚才前面讲的这个14是什么意思？它 period 就是每14根蜡烛，就是每14个小时它会参考跳出一个 factor 出来。因为如果你用 default setting 啊，它会太多 factor， 你就会看到很乱，一下上一下 buy 一下 sell 会很乱嘛。所以呢我会延迟它的这个 period， 就是不要看到那么乱，给它比较干净一点，我就没有那么容易会被它的这个它的这个 signal 给影响到。 OK，所、so, 以等一下我会后面会 show example 给你们看一下 factor 跟这个 super trend 怎样用。好，我们来讲一下第二个。 OK， 第二个呢我们叫做 super trend。 这样 super trend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呢？它有点类似 MA， OK， 有点类似 moving average， 但是呢它这个一样也是 moving average， 我们都知道是看 trend 的嘛，看趋势的嘛，但是这个 super trend 呢它会有一点点不一样。OK， 它会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它的用法类似 MA。 这样你可以看到这个14是什么意思，一样的，我们把它的那个 super trend 的那个length 呢，它的 period 呢调整去到14，然后 time frame 呢一样呢，我们也是用一小时之上。我就是不太喜欢了， OK， 没有讲一定要用跟着我，只是我个人的 bias， 就是我个人的偏向是比较喜欢用一小时以上。 OK， 我不太喜欢用minute chart 去看这些trend 的东西。 OK， so 这一个 super trend 呢，它比较算是让我们去知道什么时候去做转换趋势，什么时候去做顺势做单。 OK， 它比较偏向于是一个 support 这样子。 OK，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setting 的东西，我们的要去把它调整这个 length 而已。factor 的话，我一样是 maintain 3啊，这个我忘记是多少了，这个我忘记是多少了，但是它的 length 我是有调整的，我调整去到14。So 我们按 setting 掉，会一步一步跟你们讲去调整 setting。调整过后呢，我们调去14，然后 click 一下 OK 就好了。OK，So、okay? Super Trend 它是长什么样？它是长这个样子的，就一条线有红，这个青跟蓝，非常简单的，它是跟着这个蜡烛图跑。出现青色的时候，就代表现在是处于 uptrend 的时候。那么出现红色的时候，就是已经跌破了我们所谓的 support，就会出现下跌，比较 bias bearish market 的 bias 啊。OK，所以呢就可以考虑做 sell。OK，这样呢这个东西是类似 MA，但是我这边是怎样去使用呢？简单来讲啦，这个呢是可以拿来很好的参考你的 SL 的位置。你有时候你不懂你的 SL 要怎样放，对吗？OK，你用 Super Trend 就可以很好的帮你放你的 SL 的位置。OK，比方讲现在呢，它是处于绿色线嘛，一开始它是处于绿色线，这样什么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进场？它靠近这个 Super Trend 或者动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去做入场的动作。OK，那么我们的 stop loss 要怎样放？我们 stop loss 呢，可以把它放在下一点，OK，Super Trend 在那边吗？我们把它放在之下，这个是我们的 stop loss。那么 take profit 我们怎样放？take profit 我们直接看它的 resistance 在哪里，我们用 resistance 来做 TP。OK，首先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Super Trend 它的缺点是在哪里啊？Super Trend 哦，它的问题哦，就是在它的 Win Rate 会偏向于比较高，然后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 Risk and Reward Ratio 不是很美。OK，为什么？你这样子看你就很明白了。当它碰到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准准这边进场嘛，可能我们是在中间这边进场，进场了过后，我的 SL 肯定是放在 below 在这边，below 这个 Super Trend。OK，below、okay? super trend，这样你可以看到我的 SL 的那个 range 呢偏向于比较远的。那么我的 TP 在哪里？我的 TP 是在 resistance wall，对吗？所以呢，你会发现，诶，为什么我的 SL 那么远，但是我的 TP 很容易碰到？OK，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就要去做这个 give and take。OK，你要做这个 give and take，亏可以亏多一点点，但是呢，这个 win rate 如果换成比较高一点点的话，你愿意接受吗？啊？所以这个就是看个人，有些人是觉得哦，Win Rate 对我来讲比较重要啊，那么这个 Super Trend 就很适合他们去做。但有些人是觉得，Win Rate 对我来讲虽然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我比较在乎的就是 Risk Reward Ratio，那么可能这个就不太适合啊。这样如果是讲你要在乎 Win Rate 又要在乎 Risk Reward Ratio 的话，那么等一下后面就会教你们怎样去 Combine 在一起，OK，然后会教你们怎样去做 Trotter，怎样去做站稳了，我们去做补仓的动作，这样去做追单。好，这样我们这边呢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当它这边跌破的时候呢，它不会好像 MA 这样子，就是顺顺这样子上去的，它会直接有一个 gap 一下子冲上去嘛，对吧？所以它一冲上去哦，这个位置呢，normally 来讲啊，就会变成 resistance 哦。你看它很聪明的，它 resistance 的位置是直接参考 previous high 的这个位置。当它只要没有突破这个 resistance 的位置，它就是属于下跌趋势嘛。因为你看它的逻辑是算得很清楚，这边是 support 嘛，对吗？当它跌破 support 的时候，它就 assume as 它这里会继续走下跌。所以呢，它的 SL 的点位呢，它的这个super trend 呢，它会直接自动的放在这个 resistance 的位置。只要你敢突破上去，那么我就这边就会出现转 trend 的 signal。OK，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它一下子回调的时候，这边很靠近，我们就可以做 sell 了。只要它靠近的时候，我们就做 sell，然后 SL 呢就放在sell 的话呢，我们就放在 above super trend；buy 的话呢就 below super trend 里面。然后呢，什么情况下 TP？你 TP 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SNR，OK，找 support 的位置去 TP，或者呢，你觉得很远了的时候，它 super trend 跟这个蜡烛图 candlestick 呢，它有一个很远的距离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 TP 掉它，OK？因为呢，用 super trend 来做 trade 的话呢，它是比较处于那种中短线的操作，OK，它是比较 high frequent 的 trading，OK，、okay?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不用抓太多。可能你看我是用 hourly chart，你这边进场一二三三个小时你就可以关了的，你三个小时你的就可以 TP 了咯，因为它很远了嘛，对吗？当它的距离变远的时候呢，你只要去想象啊，super trend 它就很像一个 magnet 这样子，OK，它是一个 magnet 来的。
当你去到很远的话，它的引力就会变得更强，它就会容易快速的拉你回来。OK， 所以当它远的时候呢，它会很快的力度就会把它弹回去。OK， 我们有这样子的逻辑去思考就可以了。好，所以你看呢，它这边一回调过后呢，它一突破了 previous 的这个 super trend 的这个位置过后呢，它就直接转换趋势。你看它的位置马上回到 support 位，只要它跌破 support， 那么这边就站不稳了，对不对？所以呢，你们这边可以看到，就是它一下子冲上去是什么原因？因为这边有一个蜡烛很强的上涨，所以就代表它会间接，还有点像是 trading stop 这样子，它会一直移动那个位置。你看啊，它上的话，它只有上，它不会跌的啊；有下跌的话呢，下跌这个 super trend 呢，它只会跌，它不会涨的。OK， 所以呢，这个就是它巧妙的地方。所以呢，它就一直 trading stop， 一直逼那个价格一直往上，一直往上，直到它 cross 为止。OK。或者呢，有一种人呢，他们的交易方式呢是玩好像 MA cross 这样子。当你一 cross，OK，、okay, 我就做 sell， 但是他自己 sell 也是蛮风险的，你们自己可以去做一个 back test。你看这边，比如讲你这边 cross 了，你做 sell， 你就赚不到钱哦，因为呢你在这边 sell， 他 cross 的时候在你 above 进场的点位，所以你这边会亏一点。但是你这边 cross 的时候你做 buy， 然后这边 cross 的时候你 TP 啊，这边的话我们就属于叫做 swing trading。OK， 叫做 swing trading。swing trading 的话呢，你这样子做的话啊，你会赚 ，OK， 但是呢，你不会抓完，但是你是抓整这边的波段了，你就比较无脑去做喽，你只是看它 cross 嘛。好像这边一 cross 它下跌了，你这边做 sell， 我的 SL 在哪里？我的 SL 就是 above super trend 对吗 ？cross 了我做 sell， 只要它没有动到，你看它是很像 trading stop， 它跌下来我就一直跟着这个 super trend 调整我的 SL 就可以了，直到它，你看它我这边做 sell。到这边我 close 掉，划算吗？哎 ，OK 啊，还是不错啊，我可以选择性不放 TP 还要 ，OK？ 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好像开 trading stop 这样子嘛，它越跌越多，我的 SL 就一直移下来，一直移下来，把我的 profit 给 maximize。所以呢，这种是比较属于 swing trading， 就看一下你们自己的交易类型是处于怎样了啊。好像你看这样子，它一 cross 啊，我在这边做 buy， 比如讲我在这边 buy TP 在那边吗 ？ASL 在那边吗？它一直上一直上，我就一直 trading stop， 我 SL 一直跟着上 ，OK，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我就 TP 掉，一 cross 的时候我就 TP 掉它，所以你看这边就很快速，这边可能没有抓到了，没有办法抓到，因为一小时内太快的波动了嘛 ，OK， 所以它就是拿来抓 cross， 它还是可以玩，但是如果是这样子 swing trading 的话，它比较适合是玩趋势单 ，OK， 所以如果你们是感兴趣用这个 super trend 来做 swing trade 的话呢？还有一个更好的 combination 给你们介绍的，就是因为你们要看 trend 嘛，对不对？你们要看 trend 嘛。如果是讲它一直 cross 来 cross 去，你也不会看嘛，对不对？你也看到很乱。这样还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你们加多一个 indicator， 就是 moving average， 就是上一次的 topic， 就是 part one 的时候有教你们的。你们直接开 MA EMA， 你们开 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 200， OK， 开200的。如果是讲蜡烛图是处于 MA 之上， OK， 比如讲 MA 是在下面，蜡烛图是在上面，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 uptrend， 我只做 buy 的 cross trend 而已，它上涨的我才 buy， 下跌的我不做啊。这样子的话你们就可以拿来很好的抓 swing。 如果是讲当有一天它 MA 跟蜡烛图交叉了，它开始走 downtrend 了， MA 现在上面了， OK， 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做红色的 super trend 就好，我们就做 sell 的 super trend 就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 clear 我们 direction 要怎样做。总之我们是做 main direction， 那种 reversal pattern 啊，那种 correction 啊，回调啊，我们全部不做， OK，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逐渐的去 enhance 我们的这个 trading 的 win rate， OK。 所以呢有很多种的 combination 做法，但是今天呢我是比较主要就是教你们讲去 combine 这个 super trend 还有这个fractals 啊， OK。 所以我这边会 share 一下我的，换另外一个 screen，然后呢给你们看一下实体的操作是怎么样。等等啊，我开一下我的 chat 一下。看得到 screen 吗？我看一下。OK, 看得到啊。Okay, 我 login 一下。我们这边开一下 market， 然后我们顺便看一下 gold 啦。我 normally 我是看 gold 比较多。
OK，我现在教你们怎样去开啊，因为 normally 我如果是想用 VC Plus 的话，你们一进去哦，我们会用这 Trading View 的 chart 嘛，对吗？所以 normally 呢，我会调掉了，玩去1小时。OK，我会教你们怎样去操作这个简单的这个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去使用。OK，顺便给你们一个 signal 啦哈，我给你看到一个机会。OK，如果是讲你们有 trading goal 的话哦，你们可以参考这边做个 buy 啦。OK，顺便有看到机会就给你们讲一下咯。OK，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OK，不代表任何一方。OK，所以这边呢，我这边会看到一个地方，就是它 based on 这个candlestick。OK，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位置呢，就是1924.7到1922之间。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是用这 hourly chart 啊，它连续多少个小时，你要去看它多少根蜡烛头在那边站稳了，都没有办法跌破。OK，but 也有可能还会跌破，okay? 只是给你们一个参考。如果是说它没有办法跌破，一直继续在那边盘整的话，这边代表什么？这边是代表 market 在 rejection 嘛，就是价格一直在 pull back，价格一直有想要 potential 往下跌，但是很快速的 pull back 回来，所以呢会导致这些影线 shadow 呢很长。OK，所以呢，当它没有办法跌破的话，我会考虑在这个 zone 里面1924.72到1922.26之间做一个 buy。OK，然后呢，我会这样子做啦。OK，如果是说你们要考虑这样子的做法的话，你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下。我教你我的 risk reward ratio。然后我的 TP 这样子 M 就好了。OK，你看呢，如果是说我 buy 的话，哈，我会 buy 在1924.3，大概这个位置啦。OK，或者你要现在 buy 也是可以。我现在看一下现在价钱是什么 ratio。然后呢，我的 stop loss 我会放在哪里呢？因为这个我 highlight 的地方，这个就是叫做一个 value zone 嘛，OK，就是一个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在很 potential 可以做 buy 的地方。那么我的 stop loss 一定是要远离这个 zone 啊，对吗？如果你放在这个 zone 里面，它比较 high probability 会打到然后弹上去嘛，对吧？我们放了 SL 过后，你去看一下 market 会想走，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OK，所以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做好我们的这个 risk management。你可以看到我的 stop loss 大概是放在3.59，OK，就是大概35个 pips 左右啦，OK，就说你开 contract 上我们有 leverage 嘛，你是开10倍的话，你就亏个35块咯，你开100倍就开大概亏个359块，啊，你的 profit ratio，OK，好像该我讲了，这边有写着 risk and reward ratio，我们这里就要看一下什么东西，要看一下它的 risk and reward ratio 有没有达到1.5。OK，有达到的话呢，就是1.5倍的 profit。OK，你看到我的 target 呢，我是5.48嘛。如果我是开10倍的话，我是赚54.8块。我是开100倍的话，我就赚548。所以你看到我亏 trading 是一定是这样有赚有亏的，但是赚多少亏多少是我们自己来 handle 嘛。OK，不是 market 来 handle，因为 market 来 handle 还是 market 啊，它是 handle 那个 direction 而已。把 risk management 是我们可以自己 handle，我们不用看 market 的。OK，我愿意亏少，但是赚多一点。OK，但是有些人是觉得是这样子哦，我亏多一点，但是我 profit 少一点啊。有些人的看法是这样子的话，他们 win rate 会很高，但是呢，会有一个不好问题，就是亏的话就比较多咯。所以你连亏2张的话，你需要用很多次的 profit 来去 cover 掉。所以这样子的话，见仁见智啊，就是看个人口味咯啊。但是我自己的话呢，我是会比较偏向于比较好的 risk ratio，at least minimum 1.5啦。OK，risk ratio 一定要1.5以上。OK，如果1:1，我不接受。OK，我不接受。OK，所以我们就回到正题啊。好，要想去加这个 indicator 出来，我们在这个上面这边呢，time frame 旁边这边就有 indicator 了嘛。这边写出 fx。OK，按一下 indicator，我们把我们要的工具打出来。什么工具？fractor，它叫做 William fractor。OK。So click 出来，你看啊，如果我没有去调整的话啊，它 default 是二，你就会发现很乱嘛。一直跟你讲 buy sell buy sell，我哪里有 这样的空跟你去跟哦，对吗？所以呢，我们就要把它调整去到14，OK，调整 input 这边调成是 style visibility，全部不要去动它，click 一个 OK，是不是发现整齐很多，没有那么乱，对不对？如果你用 default，你会发现哇，很乱，一下子 buy，一下子 sell。我到底要怎样，对吗？你很容易会 lose of direction，你会很容易本来是 uptrend，你又看到他跟你讲 sell，你又 buy 又 sell，你自己都乱，对吗？
这样第二个 indicator 我们要加的东西就是叫做 super trend。Super Trend click 一下 ，OK， 它原本是这样子的啦 ，OK， 它的 default 是在10，把我会一样调到14，我会给它更长一点点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就出现这样子的啦 ，OK，Fractal，OK，、okay? okay, so 现在这个 part 呢，我主要是要讲什么东西呢？我现在这个 part 呢，主要是给你们知道。怎样去 combine？OK，、okay, 怎样去 combine？ 等一下这边 demo 我会 test 两样东西。OK， 因为该 super trend 那边该我有讲到 EMA 的东西嘛，对不对？我有讲到 EMA， 所、so, 以 EMA 那边呢，我会跟你讲。OK， 所、so, 以等一下我会在讲 super trend 的时候，再配合那个 EMA 200的时候，给你们去做多一个 example， 给你们去多一个 combination 的一个种类一个 type。OK。Normally 呢，我会这样看。现在哦，你看啊 ，cross MA cross 了吗？看到吗？那边 cross 了吗？对不对？所、so, 以它 cross 了的情况下哦，在这边呢，我们 should be 要做 sell 的 ，OK？ should be 要做 sell。那么 sell 你可以看到，现在它是处于下跌 sell 的这个 direction 嘛？但是我们该是讲 buy 嘛，对吗？所以 buy 呢，你就可以这样去 identify。啊，这边也是跟你讲 buy。这边看到吗？它出现 fractal， 什么情况下会出现 fractal？ 你只要记得 fractal 这个位置一定是3号 ，OK？ 所以我们把它放大 ，control， 放大，放大，放大，到这边拉一下 ，OK？ 我们要记得3号一定是1、2、3、4、5，它这边一定有一个 V shape， 它这个 fractal 才会出现。通常 fractal 出现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这边是 support， OK， so support 你可以看到，哎，它这边很多是 support 哦，很多是站稳，所以每一次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 factor 来去做一个参考， OK， 我们都可以这样子来透过去进行一个参考。所以当 factor 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 support 是在下方， resistance 是在上方这边，就是这个 super trend 的这个压着的这个线位置， OK， so 我们再 combine 其他的这个方法，你看啊。之前的这个super trend 出来的时候，它是在这边嘛 ，support 嘛 ，support 位置 ，OK，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去衡量。你可以看到很清楚，这样子就很清楚了嘛，对不对？现在价格是处于什么样的方向？处于一个跌破的 breakout 的 support become resistance， 然后走一个 ranging 的一个现象嘛，对不对 ？OK， 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就是，你看 super trend 是跟你讲什么？sell 嘛，但是现在我们做什么 buy 的话，属于什么 correction 呢？我们做调整嘛。这样如果是想做调整的话 ，high risk 吗？一定有 risk。但是如果是说你要低风险来讲的话，你就可以等它回调回调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靠近这个 super trend。有靠近的时候，我们再顺势做空的位置。OK， 比方讲，现在它这边它是跌了。OK， 我们要讲这边该有看到一个人问。他是讲，如果是讲要用 indicator 来去做 buy and sell 的话 ，SLTP 呢我要讲放嘛。像比如讲你在那边你做 sell 啊，你的 SL 一定是放 above 这个 super trend 的嘛，你就去算哦， 4.5 乘以 1.5 是多少 ？OK， 你直接看那 1.5 的 ratio， profit 1.5 ratio，OK，、okay? risk and reward ratio 1.5， 那么你的 TP 就是这个位置咯，刚好他这边碰到了过后你就 TP 了啦 ，OK。所、so, 以只要它靠近 super trend， 然后刚好 TP 的时候又在你的 buy 的 factor 那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出掉了。然后也有达到 1.5 的 profit ratio， 那个就是double confirmation 了的。OK， 就是你要的东西。这样如果是讲现在这种情况，好像讲我们要找 confirmation 的话，现在你 buy 的话肯定没有 double confirmation 嘛，因为你只是一方面而已，这边只是一个 support 跟factor 而已。你去做 buy 的话肯定有 risk。但是如果你是在这边你去做 sell 的话，它就有双重确认。一，第一个 confluence 就是super trend 跟你讲现在是 sell 的 direction， 因为它是压着嘛。第二，它这个位置呢是之前 buy 的 factor， OK， 所以它是 breakout buy become support become resistance， 看得到吗？这边 ，OK， support become resistance， 所以它现在是跌破 retest， OK， 如果它再次来到的话，我们可以找机会做 sell。OK， 所、so、以你们这边可以注意看一下，当 Super Trend 跟蜡烛图的距离变远了的时候呢，很大可能性会有一个强力的 pullback， 所以这边要多加去留意。
等它 pull back 靠近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找机会做 sell。 所以我希望有解答到你们的问题，就是SLTP 呢我们讲放，然后 risk and reward ratio minimum 要多少？ minimum 要 1.5， OK， 1:1.5， OK。 所以靠近的时候我们 sell， 然后 SL 呢一定要 above 这个 super trend 的位置。OK， 刚才我就 try 给你们看了啦。OK， 像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怎样去找出 double confirmation。 double confirmation 这个就是最好的 example。 他现在叫你 sell， OK， super trend 跟你讲是 sell， 他这边碰到了，然后加上出现 factor。OK， 这边就是一个很好的 example 是 for double confirmation 的。OK， 这种就是我们要的重叠confirmation 重叠indicator 技术指标啊。比如讲这样子，它靠近了，它靠近我们选比较做 buy 嘛。但是如果是讲靠近而已，靠近 super trend 我们做 buy， 这个就没有很好的说服力。但是如果是讲它靠近了，它又出现 buy 的 factor， 我们这边就是叫做 double confirmation。OK， 什么情况下出现？上涨这个 factor 的时候我们就 close 掉它。 OK， 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个参考。 OK， 所以呢重叠就是这样子，一定要找出双重确认。如果是讲你这边 buy， OK， 它这边是 sell 嘛，它这边是 sell 的，它这边出现 buy factor，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边算是一个 support 区嘛。 OK， support 区，这样你可以这样等它这边站稳哦，它出现了它不一定站稳嘛，你看，总之你要记得这边是3 1 2 3 4 5，你看还有一个 V shape 弹上去它才出现这个 factor。 如果它再次 retest 这个 support 的时候呢，我们才去做 buy， 但是这边的话它就没有双重确认了，因为现在 super trend 跟你讲 sell， 你这边是在抓这个回撤嘛，因为 factor 它可以抓回撤也可以玩 breakout， 所以它有很多种玩法。 OK， 你只要看到它一段距离又出现 buy factor， 我们这边就去做一个 buy 的动作。比如讲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个 long position， 可能我们等到它站稳的时候，这个 candle 这边开的时候呢，我们才去进场。我的 SL 肯定是放 below 这个 factor 的地方嘛，就 below 这个 value zone 的地方，这样我就要去看哦，我的 stop loss 是大概55 pips， 我们就去算了我的 reward ratio， OK， 拉到 1.5， 拉到 1.5 倍， OK， 这边它准准动到多少个小时，我们来看一下，1 2 3 4 5 6 6个小时过后你 TP， 你赚多少钱？你赚98 pips， OK。像这个东西要去算 ratio， 这个东西怎样按出来？在左边这个 tools 这边 tools bar 这边啊， OK， 1 2 3 4 5 6 7，第七个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你 click， 你看你要做 buy 还是你要做 sell， 你可以拿来当做 paper trade 这样子做， OK， 或者你要 forecast 什么啊，这边都可以按出来。如果你要 buy 的，你就按这个 long position 哦，那你随便 click 一下，你把你的调整一下 SL， 它自动帮你算好你的 stop loss 大概多少个 pips， 你的 TP 多少个 pips。Risk reward ratio 全部帮你算出来，记得你们的 risk reward ratio minimum 要1.5， OK， 一定要 1.5 啊， OK，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 combination 的一个方法。 OK， 所以现在呢我这里就来讲了一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东西，factor 我们先跟它 close 掉， OK， 先 hide 起来，我们再加一个 EMA。 OK， 你们想要玩 swing trading 的话，你打开 EMA， OK，它叫做 Moving Average Exponential， 然后一样调整啊，我没有用 default 的啊。调整这边紫色的时候呢，如果你不要了的话，你可以按打叉；如果你要调整的话，这边有一个齿轮 setting， 你 click 一下，这边你改成200，然后 normally 呢，这个style 我会调整到比较粗啦，比较容易看。OK， so 现在呢？黄金是什么 trend？ 很明显，它是一个下跌的 trend。所以在它 cross 这种情况下 ，OK， 我现在 show 给你们看。OK， 我从前面开始讲啊。OK， 现在蜡烛图呢，可以看得到啊。OK， 如果你不要乱的话哦，我们先可以把它 hide 掉它。这边有一个眼睛嘛，对吗？按下这个眼睛，它会 hide 掉。OK， 它会 hide 掉，就是先暂时隐藏起来，让你的图没有那么乱。我们可以先这样看，我们先第一个 step， 我们先看。这个 EMA 它是怎样走先 ？OK， 有三个 EMA 我们有讲过，当它缠绕的时候我们叫做 No Trade Zone， 当它站稳 EMA 我们叫做 Buy Zone。OK，Above 这个 EMA 我们就是做 Buy。OK， 证明现在趋势是在平均价位之上，就是我们顺势做 Buy 就对了。OK， 这边我们已经 confirm 了它是 Buy Zone 了嘛 ？OK， 我画线啊，给你看一下，我知道给你们知道一下我在看着哪里。
从这边开始画线 ，OK， 画到这边 ，OK， 这一个 zone 呢，它都是在上涨啊，都是 above 这个 EMA。这样子的话，我们已经 clear 了，现在我们要做的方向是 buy。我们已经找到我们的 direction， 我们的 trend， 我们的 direction 就是要 buy。OK， 那么我们就开这个 super trend 出来，这个眼睛按了一下 show，OK，它就会跳出来了。OK， 你可以看到，当它一 cross，OK，一 cross 啊，这边就是做 buy 了的。OK， 我们这边就做 buy。OK， 我们这边就做 long position， 在这边 click 一下。SL 放哪里？还记得吗？Below super trend， 你可以看到80多个 pips。OK， 80多个 pips， 你不要 TP 啊，TP 不要开。如果你要玩 swing trading， 你 TP 不要开。OK，TP 不要开，你 manually 手动关掉它。OK，这样你可以看到啊。OK，我们 SL 已经放好了吗？它就涨涨涨涨涨涨，一直上涨，一直上涨。OK，又从上涨，什么时候关掉？它一 cross super trend 一 cross 的时候，我们就给它关掉。惨了，点不出来。OK，我们这边看啊，cross 啊，OK，这边看到吗？它虽然之前有去到很高，但是我们不 care，我们要无脑嘛，就是你要简单嘛。一 cross 的时候，我们这边就跟它 close 掉。所以你看一下你的 reward ratio 美吗？亏的话呢，我会亏大概86个 pips，OK，but 它我的 profit 我可以赚多少钱？235 pips 哦，你想不想要？如果是说你是玩 leverage，你开0.1，OK，就是开10倍的话呢？我们的 losses 呢？如果亏的话啦，我们亏86块，把 profit 我 profit 235块。OK，你看它的 risk and reward ratio 2.71，就是说亏你是亏 ratio 一，把你的 profit ratio 是2.7，就是2.7倍的意思。OK，所以你看呢，它这边跟你讲 sell 的 super trend 我们不做，我们不要做，因为现在为什么不要做？因为现在 EMA 是在下面，它是一个 uptrend，所以我们只是要做。buy 的 super trend 而已，sell 的我们一律不做。好，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图，一样的，它一 cross 了，这边下跌的我们不做，当它青色的我们才做。好，我们这边一样是做 long position，当它一交叉的时候，切换了的时候，我们的 SL 就是放在这边，OK，110个 pips，OK，然后它就涨涨涨涨涨，涨到它 cross 为止。OK，你可以看到它这边 cross，看得到吗？它这边一 cross，我们就看它。关掉，OK。虽然这次我们一样是抓 swing，OK，一样是抓 swing，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risk reward ratio 还是在 minimum 值上，OK，还是不错。但是我们这个提前算不到，因为我们没有，我们是 TP open 掉嘛，我们不开 TP，OK，没有放 TP，我们只是要放 SLA。如果是说你担心的话，你可以装这个 trading stop，OK，可以做这个 trading stop 的动作，就是你一直 adjust 你的 stop loss。比如讲，它来到这里了。他来到这边了，OK，我们就移上去，移上去，移来这边啊，也是可以。你们这样子去调整，OK。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啊，他这边撞到了吗？他撞到这边一 cross 啊，我们就 TP 了。所以你看啊，我赚是赚190个 pips，把我的 losses 呢是110个 pips，我是拿小的 losses 去换大的 profit。所以你这边可以看到，他下跌我们不做啊，刚刚讲了下跌我们不做的，OK。说这边你看啊，它下跌下跌下跌，如果你做的话，你就完蛋了咯，OK。所以你这边的话就没有这样好了，我们就顺着，我们就顺着那个方向去做。因为你这边你可以看到它 cross 了嘛，看到吗？MA cross 啊，这个不是 super trend cross 啊，它现在是开始 MA cross 了。所以你这边可以看到它开始有一点要跌要跌，可是又站不稳站不稳这样子，OK。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现在它还是处于 above 这个什么嘛，对不对？它还是处于 above 这个。EMA，所以这边我们一样可以考虑做 buy，OK，所以呢，这边可以看到什么东西，我们再 test 一次，做 buy，然后 TP 位置大概是在这边呢，我算它这边，然后我们的 SL 就是 below super trend，OK，你可以看到它的 reward ratio 还是蛮不错的，你玩 cross 就好，你这边你就赚很多的，OK，亏87个 pips，OK，赚。160个 pips，OK，所以你看它赚完了过后，它一下子很强的下跌，对吗？很强的下跌，sell 我们要不要做？我们不做 sell。你可以看到啊，现在它开始缠绕了吧？什么叫做缠绕？就是这样子，我画给你们看啊。什么叫做缠绕？OK，一下子啊，我拿那个笔出来比在你，比，应该是这
OK，当这个是 MA 线，OK，如果现在价格呢，它是这样子的，它是在里面这样子来来回回，没有一个 direction 啊，因为 MA 哦，它都是线是这样子嘛，它要么就是这样子走，要么就是 MA 线之上嘛，对吗？如果是讲它缠绕，它是处于这样子的 situation 缠绕的话，不上不下，没有一个很 clear direction 的话呢，这个我们就是叫做 no trade zone。好像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看到的东西是什么？现在这边呢，它就是 no trade zone 哦，OK，我就是 no trade zone，所以我们不要去做，要等什么时候？等到它蜡烛图是 below 这个below 这个 EMA 的时候，我们才去做，OK。比如讲这边它跌下来了，OK，这边可能我们没有去做，所以我们就不要去理它。比如讲现在这边的话呢，它已经是 below 了，它 cross 了已经是 below 了，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做 sell，sell 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做 short position。在这边 cross 的时候，我们就做 short，我们的 SL 呢就放在 above super trend。为什么我们做 sell？因为现在这个蜡烛图是被压制了，所以它整体的趋势它是 sell bias，就是 bearish market bias。比较好的 direction 就是做 sell 为主。So TP 你不用去放，什么时候才关？直到它 MA cross 就不是 MA cross super trend cross 的时候，OK，我们才关掉它。OK，so 这个就是今天要 share 给你们的东西，就希望是有帮助到你们的啦。OK，so 等一下我再换一下那个 screen 啊。OK，so 刚才那边讲的全部就是今天的这个 topic 跟技术指标。OK，so。今天的 sharing 就先到这里为止。然后这边呢，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有奖问题环节啦。OK，如果是说你们想要获取这个赢取这个礼物的话，这个神秘礼物的话啊，接下来呢我们会有问题，OK，会问三个问题。如果你们答对的话，OK 是抢答啦，谁先第一个抢答到的，我们就会送出这个礼物。OK，准备好了吗？我们这边就会开始问问题了啦。OK，首先第一个问题，Fractal 的周期我们应该要调整到多少？OK，可以回答一下，看一下你们的这个答案是什么？OK，Fractal 的周期我们应该要调整到多少？A 七，OK，B 16，C 15，还是 D 14呢？OK。So 这边可以开始抢答，OK，So 我们这边，等下我这边会公布第一名是最快的抢答到的是谁，然后你们要填写那个 Google Form 上去啦。OK，我们这边看一下啊。OK，so 这边可以看你们的那个 chat box 啊。So 恭喜赢取这个神秘礼物的赢家是 NKD89，还有 Invest 3377。So 你们要提供你们的这个联系方式，你们的名字、电话号码，还有这个 email address，然后用这个 Google Form 去填写你们的资料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MQ Trader 人他们就会contact 你们去拿这个礼物啦。好，来我们下一题啊，第二题啊。OK，有听课就可以赢取这个奖励。OK，我们答案就是 D 啦。OK，so 第二题，两个指标的时间线最少是在多少啊？这个就要考你们该有没有认真听。OK，D A 一周，B 一天，C 一个小时，还是 D 一分钟？来，你们的答案是什么？你们可以开始抢答了，可以开始抢答。哇，这边看到陆陆续续开始有人抢答了啊。OK，so 答案就是 C，一个小时最少。OK，所以来我们看一下赢家是谁。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赢家。
OK，这次的赢家，第二题的赢家，我们恭喜Yuk Long 还有 Jeffrey Chang Chek Fei。所以你们一样的要 click 这个copy and paste 啊，OK，这边有在那个 chat box 上面，我们有放那个link，你们 copy and paste 去填写你们的这个联系方式。结束过后呢，OK，MQ 的人就会联系你们去送你们这个礼物啦。好，来我们看最后一题，OK，最后题风险管理比例，OK。最少是要多少？需要多少？OK，刚才我们一直有强调了，A 一比一，B 一比1.25，C 一比五，还是 D 一比二？OK，答案是哪一个？OK，应该这边有一点点这个答案这边应该有写错，但是我看你们都是写对的。OK，答案是 C，不是一比五啊，这个是写错，一比1.5。OK，一比一点五，OK，so 答 C 的都是对的，OK，一比一点五啊，记得啊，记得啊，你们做 trading，你们之后做 trading 一定都是要跟着这个 formula 去做，不要就是千万少用一比一的啦，OK，一比一点五是我自己觉得 minimum 最少要有啦，你有一比一点五的这个 reward ratio，risk and reward ratio，你的 win rate 你保持在50%，你都是可以赚钱的。OK，这边也是有看到蛮多人答对的，然后这一题最后一题，我们就是恭喜我们的赢家就是顺5728，还有 Chai Chit Sing。OK，这两个就是这一题的赢家。所以你们一样的就是在这个 chat box 这边有这个link，你们 copy and paste，然后去到你们的 browser，然后去填写你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就可以了。OK。我们这一期的这个 webinar 就是到这里为止。然后你们有什么疑问的话，你们可以现在发问你们的Q&A，就现在是 Q&A 环节了。你们可以发问你们的问题，我在这里会逗留多一个3到5分钟这样子。OK，你们有什么问题，关于刚刚的 topic，你们想要问的话，你们都可以让我知道，我这里会解答你们啦。给我看一下。OK，这边我们看到问题有问，first principles，它是有问，fractal 是每次都是第五根才形成，那么不是错过最佳入场时机，有没有比较快出现 signal 的？OK，这边的话哦，为什么哦？这个就是它是一个通病来的。如果你要追加入场时机的话，你肯定不是用 indicator 来入场的了。OK，那个的话就是很考你的这个 basic 功夫，比如讲我们的 neck chart。我们的 price action，OK，所以indicator 它是一个 supporting tools，好像刚我一开始讲了，什么是 indicator？当我们没有 direction，我们很不知所措，不知道要怎样去做 trading 的时候，很乱，market 很乱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 factor，OK，透过这些indicator 呢，来帮助我们找到目前它的趋势是如何的。那么如果是讲，它肯定不可能在最美的时间出现的。好像该讲 factor，它一定是有一个 U turn 了过后，它才出现那个 factor signal 嘛。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哦，我们就要配合什么？我们配合 support resistance，或者是配合 supply and demand。OK，那上一次的不久前呢，在八月号也卡用也是有讲过的嘛，如何去用 supply demand 来去做 trading。OK，你可以配合那一种方式。如果你要找到最佳入场时机，肯定不是用 indicator。OK，这个我可以给你知道，要最佳入场时机的，一定是用price action。OK，一定是用 price action。如果是讲你要用不要有 delay 的话，你就可以多去钻研你的那个 basic 的 technical。OK，比如讲 supply demand 啊，candlestick reaction，OK，price action，supply demand 这些都是可以找到最佳入场时机，因为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市场当下的这个每一个动作，价格来到这边，市场给出的反应 sensitive 不 sensitive？OK，如果很 sensitive 的话，我们其实可以马上入场，我们就是可以抓到一个很精准的点位。当然，我们的 time frame 要换取比较小。OK，那个呢，我们就可能会用三个 time frame，可能 daily chart 1小时，再换取5分钟这样子。OK，它是越抓越精准，越抓越精准。OK，所以这边就要回答的就是。如果是讲你要用 indicator 来去做补充的话，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 indicator 一定就是 delay， 因为它是透过 algorithm 它才出现 signal， 所以一定要，如果你要用 indicator 来去 trade 的话，你一定要去 accept 它的不完美。 OK， 每一个交易策略每一种方法都不可能是完美，一定会有它的pro and cons， 就是它的褒跟贬。 OK， 但是也没有讲到不好啦，当它开始我们觉得是它出现 signal 的时候已经是有点 delay 了嘛，我们也可以理解为那个是 confirmation。 OK， 如果是讲它没有 confirmation 我们马上进的话，如果 它出现 sell 的 factor 我们马上进场的话，它继续上的话我们是不是会亏钱，对吧？所以如果它是有点回调的话，至少它是有 confirmation， 它的确是撞到 resistance 啊，对吧？我甘愿，我的做法啦，我甘愿就是我不可能会抓准准的，我一定会delay 一点点，因为呢我不可能就是直接 pending 在那边准备去做 sell， 也有可能它会false break 还是直接突破上去。 OK， 我一定会等它有点下跌过后我们才去做啊。对，没有 picture， 没有 picture， 因为已经slide 讲完了。If buy at 第六个蜡烛 ，OK， 如果是讲在第六个蜡烛去做 buy 的话，是 based on which price？OK，、okay， 第五根一结束，第六根一开，它的 open price 你可以直接进。Is this suitable for stock trading？ 对，看不到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有 share slide 啊，我们有 share slide， 因为已经 slide 已经讲完了。OK，stock 可以做，因为我们现在在教的东西是Technical analysis， 只要你的产品、你的 product、你的 symbol 它是有 chart、有 candle 的啊，基本上都可以用得到。因为我们叫 technical analysis， 我们是只是看 chart， 我们是看 candlestick 而已，我们不看别的。除非你是你是 fundamental， 你才去看financial report 啊、annual report 这些东西，对吗 ？OK， 所以 technical analysis 你学好过后，不管是任何的交易商品的话，不管它是任何商品的话呢，你都可以用得到，只要它有 chart， 它有蜡烛图都 OK 了的。OK， 所以我们是希望有解答到你们了。OK， 还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 sharing 应该就是到这一边了啦。OK， 所以没有问题的话，OK， 这边有看到。OK， 如果是讲在 ，OK， 这边看第一个 ，OK， first principle 他问，如果是讲用两个指标时，是如何去 setting 这个适当的 TP 和 SL？ OK， 刚才在 example 那边是有讲了的。OK， 我再解释多一次。等等哈，等等哈。OK， 一下。OK， 这边 continue login 给你看。OK， 好像哦 TPSL 讲放嘛，其实很简单，一定是放 above 或者 below， 这个我该是重复了大概几次了啦。 OK， 其实不难的。 OK， 不用紧，我再解释多一轮给你听。 Super Trend 嘛，对吗？然后还有就是 Factor， 两个都挑去是4。这个也是调去是4。 OK， normally 要讲看 OK， 比如讲现在我们要看 double confirmation， OK， 你看啊，
factor 出现一二三四五，它这边出现的时候一定是 delay 嘛，对吗？如果是讲我这边出 sell 的话，我的 SL 一定是 above super trend， OK， 一定是要 above 这些关键的位置。这样 TP 什么时候 TP？ 我们可以去 check， OK， 可以去 check 一下看。它出现下方出现 factor， 因为你看啊，它现在是下跌，或者还我刚才也是有讲了，另外一个就是当它 cross 的时候，你才去关 ，OK。但是它 cross 的时候，你一定是有点不美了，因为你是持进嘛 ，OK。除非你是讲我刚才讲 EMA 那个 strategy，OK，EMA strategy 那个就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做 swing trading。如果是讲你看啊，这边你看啊，不会什么动啊，它这里是出现 factor 的话，就是代表它这边开始回调了嘛，然后这边又继续跌嘛。所以你关的时候呢，你会关在这边，你会关在那边。所以你看到、啊、你的 ratio 一比一罢了，那么就没那么美。但是如果是说你是做 swing trading， 因为你现在这是做这 internal trend 嘛，你是做 internal trend 这个来回一个小波动一个回罢了。但是如果是讲刚刚你是想要了解那个 EMA 的 ，EMA 的我们就是用200嘛。给 EMA 200 ，OK， 什么情况下用 EMA 200？当它现在是下跌的 trend 的时候，它现在又是处于跌破了，这边又出现 cross，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边做 sell， 我们这边做 sell。这样你的问题是你的 TP 要讲放 ，SL 讲放嘛 ？SL 就是直接放在 super trend 之上，你是做 sell， 你一定是放在 super trend 之上。那么如果是说你是做 buy 的话，比如讲你这边做 buy 的话，你的 SL 一定是放 below 的嘛，对吗？这个很 common 的嘛，对吗？这样你要什么情况下你会 close 掉它呢？它 cross 的时候，它 cross 的时候你就关掉它咯。OK， 它 cross 的时候你就关掉它咯。这样你这个 sell 的，你 sell 嘛，这边 sell 嘛，你的 SL 肯定是 above 这个 super trend。什么时候 TP？ 一定就是等到它 cross 的时候。你看到吗？这边 cross， 还是我该没有讲清楚。这边 buy， 这边 cross 的时候这边关，这边进，它 cross 的时候你进，这边 cross 的时候你关。OK， 一个 cross 要进，一个 cross 要关。这边上涨的 cross 要进，这边 cross 要关。OK， 看到吗？这个就是你去计算你的 TPSL 了，然后你算它的比例了。OK， 这个相对来讲会比较好。So clear 吗？这个 TPSL 的东西。OK， 要怎样选第一根？什么意思是怎样选第一根呢？这个不明白你的问题。要选哪一根？哪一个第一根？还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OK， 如果是说没有其他问题了的话，那么我们的sharing 应该就先到这里了啦。OK， 所、so, 以希望今天的这个课程这个 webinar 是有帮助到你们啦。OK， 所、so, 以我们就下一次的 webinar 再见啦，谢谢大家的时间，晚安，拜拜。Thanks for watching.